道吗？有报案。哎，火蓝上的啊，行吧行吧，火蓝就火蓝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只是零头。这把输了你们全责，这把输了你们肯定全责。怎么回蓝这么快呢？打不着。别！哎，没打着啊！哎。你给我别吃！地火，跑，不让你比如，那塔下摆两个桶是什么意思呢？脏东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！更多火药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20。50。走一波吧，
再收一招，我们就遗失的章节了。那不想活了是吗？啊，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没办法，我拦不住。佛爷哥给我屁股后头出来了，这没招，没有蓝了。其实这些线儿啊，我都可以不推。但是推了呢，能吃一下塔皮。那种线儿不推是最好一点，不推他回来，他能丢老了别人。这回来他丢不了太多别人。一 Q 打过去，耶！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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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！换，可以换。更多火药。来个法穿鞋。耶，小戒指我没出啊。Killing spree. Double kill. What? 没完没了，没走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他妈在这干啥呢你？跟我藏猫猫呢？怎么老一个人玩游戏？你干啥呢这半天？你说你他妈除了偷过来偷点打皮，你说你干啥了？玩的真他妈生气！那打野他妈。
每隔两分钟来一趟。你给我扣他！不是干啥呀？你扣他呀！他没有闪现，你直接 R 他，你快点儿的。你不会 R 吗？你扣他呀！哎呀，我操了！他刚才绝对没闪现，我估计这闪现是刚好。看回放可以看回放，但是看回放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又看不着回放。只能你们和我看，他也看不着。干啥呢？啊？你啥意思？你说我俩在这摆五环呢？给我摆了个米老鼠。给我围剿了，我操！怎么老那么多人啊？开塔吧，打团，我也不带了，我们一单带，那旁边就全是人，我也不单带，我跟你们打团，我看谁敢往前冲啊！被撵。俺他！
团队友呢？老牛救你，你不走，我辜负了刘哥。技能甩歪了。这小鸡人就给他留一个吧，不打了。应该是刘哥才是鸡人。能烫死不？烫死他！烫死他！先来个冰杖。这把要是玩武器大师，绝对是没有那么憋气的。这把玩武器大师船长已经零杠二十了，这福杰哥也零杠二十，我让这两个逼来了就得全得死。你他妈的小畜生，死一边吧，我这不救你。上我就看了，你上去我就瞅着。这龙怎么没的呀？我已经很久没有收过兵了。他们家的维克托有点东西，真有点东西，等级挺高啊。干啥呢？
快点推了吧，赶紧下一把吧，我受不了了，别折磨我了，我已经被折磨三把了，下一把我不想再受折磨，别给我随着辅助。赶紧下一把，往后点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我们咋整啊？拉克斯还可以，拉克斯玩的还可以，但是没有上把那个玩的好。你给我降没用，你看回放它也没好。你看那船长闪现，你瞅那船长闪现，瞅着没？又一个，瞅着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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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好吗？受没好？我给他点了多少个信号？我让他扣他。你瞅那闪现。多少秒好啊？这是，刚才是多少秒啊？现在还有八秒，我在这儿我就让他扣了，你知道？我一直标记他，我一直标记，我让他扣他，他就是不扣，我一直标记。我从啥点开始标记的？你看着啊。这船长还有七秒钟闪现，是不是？我从七秒钟闪现的时候，他把他扣了，我们四秒钟之内把他船长杀了，就一点事儿没有，他非得等。